好，现在要来掌声欢迎，好、哦、欢迎呵呵，欢迎我们这个哈，咱、哦、的这个阿嬷的孙，哦，我们宏德旗舰店这个会长哈，卢、哦、会长，孙有够多的啦，哦，拢会记甲回去，好、哦，来邀请我们这个小美女，我们的心仪，掌声欢迎。好，来，嘿，高主爷心仪来。跟大家这个、哦、大哥大姐们问好一下，大家好，好，大家好，好，嘿，你是哦，他是哥哥对不对？不是，哦，不是哦，嘿啊，不认识，啊、他不认识哦，我觉得哈、哦，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哈、哦，我有两个哥哥。哦、我哥哥他们都不喜欢跟女生玩哦，大概我要对后边哈、哦。伊拢走干那背，吼，拢讲袂爱含查某耍，吼，我拢气甲，因为我上细汉，我就甲阮爸阿母斗，讲，迄两个拢甲我欺负，啊，因就去互爸阿母拍呢。小朋友有小时候都会这样啦，吼，尤其是这个兄弟姐妹们，吼，在打打闹闹，吼，其实，一好，以后你们长大的时候就会觉得以前这样很好玩。不会的，不会。因为你现在还小，等你呢超过这个20岁、30岁之后，好，你看像那个拍现在录影这个姐姐他们啊，哥哥他们也是一样，他们小时候也是打来打去啊，哦，咬来咬去的，好，现在呢就不会，有时候想到以前小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玩。好，来，心仪呢，哦，也是这个，要上国中对不对？对，哦，你看现在国中生。嘿，我是今日有穿较悬哦，无咱两个白悬的。吼，即摆小孩子发育很好吼，搞不好以后可以做 model 继续长高。好，心仪今天带来谁的歌？我的歌。你的歌哦，你一个人哦？还有哥哥的。哦，是哦，你看你现在又说哥哥，你不是说不认识他？啊，所以你单唱哦，哥哥不唱哦，哥哥，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唱？他有问题啊。哦，他有问题哦。好、哦，男生有问题不太好哎。哦，好，今天就让妹妹来唱。哦，歌名《重新传》。好，来，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心仪带来的金曲。向远方追逐那梦想。
想完胜，永远不气馁。我们要勇往直前，永远不后悔。甜蜜的肩，美丽的梦，不能放弃。同心协力，幸福在梦里。纵然时间像万水，永远不气馁。我们要勇往直前，永远不后悔。美丽的梦，不能放弃。同心协力，幸福在梦里。好，来宾，请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心仪。好，先回座休息。